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417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更加以外甥异性，己邻难免。前面我们学到此地，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没有显著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就这八个字啊，自己学这个法门学了很久没效果啊，看到别人这个法门不错，学学好像挺管用，是不是真管用呢？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效果的产生依旧是自己的信力，对自己原来信的有怀疑，所以他有障碍。现在我信别人的东西，我没有怀疑，所以自己的信心呢，跟那一个行门他相应，是怎么成就的？如果我们有对外人那个信心，再回头来信我们自己的，效果更殊胜。啊，为什么不能信自己的？经上说得好，佛说得好，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又加上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学了一辈子没有感应，不知道自己信这个信心里面夹杂着有多少妄想，有多少杂念啊！从妄想杂念里头又延伸出多重严重的业障，这才是原因的啊！看到别人稀奇，马上就相信就接受了，那这个妄想杂念还没加进去，灵啊，真灵啊！啊，如果学个两三年之后的时候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呢？你的妄想杂念加进去了，道理就在此地啊，就在这经上念老说的好啊，外生一心，机灵难免，机灵跟外生要融合成一体，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今天讲信佛，信阿弥陀佛，这心里头有问题啊，充满了妄想杂念，他怎么会灵？如果要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的灵性就是阿弥陀佛的自性，原来是一不是二，死心塌地，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没有怀疑，从什么地方看？那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真心啊！一面念，一面大妄想，还有杂念进来，这就是自己要提高警觉，我自己对这个法门有问题。问题从两方面来，一个是自己业障太重，没这么大的福分。那佛给我们介绍这个法门，说得很清楚，这个法门谁相信？有大智慧的人相信，我们没大智慧；有大福报的人相信，我们没福报。就是弥陀经上说的多善根就是大智慧，多福德就是大福报。善根福德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听到就相信，就不怀疑，就把自己一切都放下，一切全靠阿弥陀佛。我能够相信这一点，比诸位强一点，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他老人家教我，完全依靠佛力。自己对自己什么都别想，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做主。老人告诉我，你什么心都不要操，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无论是顺境逆境，通是佛菩萨给你安排好的，对你都有好处。顺境消福报，逆境消业障，业障福报通通消掉了，自信清净心现前，就这么回事情。福报也不是好事啊，智慧也不是好事啊，智慧是妄想啊。福报是业障啊，享福享糊涂了，智慧没有了。贪图物质的享受，那就造业了。那么一切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心态呢？随缘，知道佛替我安排，欢喜接受。信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没错。
这个理要懂得。啊，大概在30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有一次得了伤风感冒，同学们把我送去小医院，医生是中国人，啊，替我诊断，拿着一点药。我跟医生聊天，啊，医生也是台湾移民过去的，啊，我给他开玩笑的说，其实真话，医生把病人的病医好了，凭什么？不是凭医药啊，医药是增上缘的，真正的原因是心理。病人相信医生，医生相信自己可以医好病人，这两方面的信心成就的。啊，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再好的药都不灵。啊，医生对病人怀疑，他无从下手。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他点头承认，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所以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的？他心是定的，不动的。啊，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不动，他住在定中，定起作用是真实智慧。啊，定的本身就是福德，啊，福中生慧呀。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福至心灵，福报来了，哎，突然就聪明了，就有智慧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灵性现前，想信就现前，不信就障碍了。灵性现不现前，全操纵在自己，不在外面了。啊，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啊，你对佛有怀疑，对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人决定灵，佛者不灵。啊，你相信佛，你对基督怀疑的时候，那佛一定灵。啊，基督一定不灵。实际上外头灵不灵？没有啊，完全是自己啊。啊，信他就灵，不信他就不灵。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古圣先贤告诉我，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有真果，全不操在外面，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中。人如果真正回头，自己能够掌权，那就没有一个不真果的。海贤老和尚是个很平凡的人，很普通的人，啊，没有超人的智慧，没有超人的福报，啊，一生靠自己劳力生存，
真的是一日不做，一日就没得吃。啊，修学的环境是乡下的小庙，没有人去烧香，没有人去拜佛，所以庙里头没有收入。啊，有几亩田地，养不起这个庙。啊，这庙里住了五个人，不得已开荒。啊，寺庙周围很多山地没有住的。啊，他把它开出来，开的面积很大，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除了能供接道场诸众之外，还有多余。他心地慈悲，多余的不去卖钱，完全用来救济贫苦。啊，这个穷乡僻壤，穷人多，没有饭吃的人不少啊，他救济。啊，周围几十里这个范围，啊，有这些苦难的人，都是他救济的对象。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真成就了，成就了功夫成片，小成就。功夫成片就是我们常说，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成一片了。啊，烦恼有没有断？没断，一片都没断。啊，功夫成片，烦恼控制住了，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的念头没有。念佛念到这个功夫，不难。一般人三年就成就了，啊，三年不能成就，三十年不能成就，什么原因？你放不下，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下就成就了，啊，不是法门不灵啊，是你没有依教奉行。啊，他真能放下。啊，那么他最难放下的是在讲，就他的老母亲。弟弟过世之后，老母亲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道场来，在一起修行。老母亲也是念佛吃素，啊，从小就是这样的，这就住教27年。啊，一直到他往生。所以他情执放下了，没障碍了。啊，功夫成片，一般说起来，阿弥陀佛一定给你起感应的。成片就是感，这个时候佛就来应。
啊，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你，来通知你，你已经取得往生的条件了，你还有生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佛就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死心塌地了。为什么？知道阿弥陀佛真有来了。啊，你会更用功，会更努力。啊，如果三五年，有三五年这么长的寿命，你很可能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特别四惑，四惑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你没有了，你对于世出世间法没有贪念。你对于善人恶人没有嗔恚，啊，你样样清楚，你不迷惑，啊，为人谦虚，啊，待人接物恭敬、谦虚，没有傲慢，对于自己修行没有怀疑。啊，这五个字真的没有了，你就晓得你已经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往生升级了，不在同居土，而是在方便土。啊，那还有寿命，再有个三年到五年，你很可能提升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眼见而闻，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从早到晚二六十种心里头清清楚楚的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你见了性，见性之后，整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你见到性，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心相理事因果你全知道啊，完全通达明了了。啊，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功教给他的。啊，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就是离业心不乱。如果这个境界现前，特别祝福他。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守住了，他有智慧，不漏智慧，他有神通，不现神通，那叫外面人看，永远是普普通通，一个老实人。那一个念佛人，
他真正能做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留在这个世间，圆满阿弥陀佛的嘱咐。啊，佛嘱咐他，给念佛人，给学佛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做到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表法圆满了。啊，表法圆满，他的任务了了。这个任务是在娑婆世界的任务了了。那可能佛又嘱咐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表法去。啊，要不用这个方法，还住在世间，表法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他只表达此地。啊，往后不是他的事情了，还有表法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啊，全是佛菩萨安排的。世间人是业力安排的，啊，他的善业，他享福啊，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无福临门呐，啊，没有福报的。业力支配他的，受苦受难，全是自己造的。那佛菩萨附托的，也是续世的缘分，他要跟这个世间世人没有这个缘分，他要无能为力啊，他有缘分啊，缘分也是有一定的啊，真的如世俗所言，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我们参透了，心就定了。那我们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劝告，那对于这个法门，自己一生要想成就，一定要全心投靠。啊，一切由佛菩萨做主，自己永远在随缘，随缘消旧业。啊，决定不再造新业。对于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有大帮助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是以居夫凡夫，夫是烦恼的代名词，我们具足见思烦恼，尘沙烦恼，
无明烦恼，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但能信，这就是个大的转机啊。能信什么？有世界明月记录，这个有字，真真相信，决定不怀疑。啊，其土就是极乐世界，有佛，好阿弥陀。你只要信这两个有，他真有，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两个有，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无语者，真语、是语、如语、不妄语、不狂语，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啊，决定没有欺骗众生的，用欺骗做一种教学手段，佛绝不用。啊，为什么？被人发现了，你骗过一次人，可能有第二次，可能有第三次。啊，所以佛生生世世决定没有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给大家做证明。广常摄想，这两个有重要啊，是深信的此两个有字。我们功夫不得力，就是对于这两个有怀疑，那信心不够。我们有信，没有深信。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动心。那我们从海鲜老和尚看到了他深信。啊，非常难得，他在12岁的时候种了一个冬瓜，被他堂弟偷了，啊，他不知道，啊，他就在咒人，像念咒一样小声咒，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害疮长病，啊，就这样念这一句话，念了3天，他堂弟真的长疮害病了。啊，沈良知道了，来找他，你别再念了，你的弟弟是折了一个冬瓜，啊，你念着他现在长疮害病不能起床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啊，赶紧转念，快叫他好了，快叫他好了，啊，堂弟果然很快就好了。从这个地方，他明白了念力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他念你不灵，你念他就不灵？他念是专心念，一心成念。就灵啊，啊，你的起心动念里头夹杂着很多妄想，很多杂念，不是不灵，能量不够。如果你一心专念的时候呢，一定会起这个作用。这就说明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
念到一个人生病，再叫他念他恢复正常，他就恢复正常。从这一点，你慢慢把它延伸。无论生什么毛病，小病大病，哪来的？不正当的念力造成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端正心念，病就没有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还有病，常常向内反省，我这个心有问题，起心动念不纯，虽有善念，善念里头夹杂着不善的念头。什么？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就不善了。于是乎就明白了，念佛要全心念佛。遇到善缘，这个善缘是利益众生，利益正法。我们去做，要用真心去做。就是干这些事情，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好处夹杂在里头。这个念纯，这个念非常有效果。如果有丝毫自己的私心、好处，就不灵了。那什么？那叫造业，造业就变成业力在主宰，不是原理了。业力会障碍原理，业力消除了，原理能量不可思议。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他明白了。他在这个里头证悟了，所以一生不再念别人的过失。为什么？念别人过失害他了。我不愿意别人害我，我就不能害人。他害我没关系，我有正念。我受的伤害不大，能过得去。他自己造业，那是性罪，一定会感得果报。我不要再给他添一点，所以自作自受啊。我再给他增加一点，那就是我的过失了。不能给他增加。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这善念呐！有人能回头，有人回不了头来，什么原因？习气太重了，名利心太切了，放不下。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个有字范围就广了，就深了，深广没有边际。那么修净土，你的目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是要亲近阿弥陀佛。那这两个有字比什么都重要，决定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把这个事情讲透了，讲明白了，弥陀极乐都是我们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这个信心死心塌地了，不再怀疑了。从念头生的嘛，我天天信愿持名，不就在建筑极乐世界吗？
就在出现阿弥陀佛吗？理上明白了，事上功夫就得力了，切愿往生。这个往生的愿很恳切啊，巴不得现在就去啊。啊，见到阿弥陀佛绝定不会错过，所以一向持名，一向是一个方向，跟本经佛所传的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净宗修学的宗旨，即可入愿啊，心愿持名了，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你会见到极乐世界，会往生到极乐世界，会亲近到阿弥陀佛啊，真正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底下这一句是大师真诚恳切的告诉我们，是乃凡愚所通的，这个方法凡夫做得到啊，愚痴的人也能做到啊，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信心，我能不能往生，我能不能成佛，答案是肯定的，难，你只要相信，只要依这个方法平等成就，那下面翻过来说，若独言救命自信，这就是明心见性，不靠阿弥陀佛，我自己来修持啊，可以达到明心见性。是的，这样什么样人？为上智所看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他所修的法门为戒，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走他那个法门不会成就啊，一定是上上根人。跟净土宗完全不一样，净土宗能解凡愚，同生极乐国啊，能大师解上上根人啊，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分，何况凡夫啊，法门无量，戒言根性不相同啊，
有些法门为节上智，有些法门为节中下，都有净宗这个法门，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通通都解。啊，这在无量法门里头，只有性愿之名，只有这个法门，通解，一个都不漏。啊，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怨红身，红是大，他慈悲，他发的这个愿，愿什么？愿普度众生，一个都不漏。用什么方法？方法非常简单，圆妙到极处，就是信、愿、持名。那开显呢？持他力法门啊，不靠自己，全靠弥陀。那弥陀所教的，我们决定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他教我们的就是心愿之名。我们真能相信，一点不怀疑，教理完全不懂。啊，甚至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学过经教，只要心地善良，无戒十善做到了，就能修这个法门了。啊，是以是称弥陀乃大愿之王啊，每一个佛陀啊，证到佛果的人都是法的大愿啊，四弘誓愿，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大愿呢，哪一尊佛不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可是真众生根性不相同，要平等普度做不到啊！要开许多法门接引大众啊，唯独弥陀跟诸佛不一样，他是大愿当中的大愿，唯一的大愿，那就是一门普度一切不同根性，成为愿王啊，是又密宗啊，也是他立门同书国教啊，净土跟密同一个理论，那方法也非常接近，都是建立在信愿的基础上。那密宗要信三宝，除三宝之外还信上师，
如果对上司有怀疑，就很难成就。那么我们知道，净宗只要相信佛菩萨，当然也要相信老师啊，但是相信老师不像密宗相信上师那么严格，密宗里头把上师跟佛是同样的看待。那那么在净土中是把上师看作菩萨，阿弥陀佛的弟子，这一点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学密宗比学净土要难。难在哪里呢？信心。净宗90%九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难信。密宗不行，密宗还有一点点对上师的怀疑，就变成障碍。这个道理要懂啊！懂了之后啊，这个法门比密宗容易修。密宗是叫你心愿持咒，咒比佛号长啊。净土宗只叫你四个字阿弥陀佛，多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受持，容易做到啊。咒语太长了记不住啊，纵然记住了，时间长难免没有杂念进去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到中国来，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的，这是古圣先贤祖师大德，往往到最后他念佛往生净土他用他其他法门的修行功夫，最后全回向求生净土，他争取了教下的禅宗的密宗的到极乐世界的多那么下面经文此殊胜难思之他离法门，正是弥陀悲愿至切之处恳切到了基础亦正是尽密而从方便究竟处年老一生修行，净土是主，他学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传承密法，他学禅。
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他学教。啊，法相，他舅舅是法相专家。没有关系了，就是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没关系的学生，他学的东西很多啊，不像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现在单纯的圆满深入。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禅是阿弥陀佛，密是阿弥陀佛，教也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含摄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日常生活上，啊，黄念老往生的时候79岁，晚年身体不好，啊，比起一般没有修行的人，那可以说很好啊，那跟海贤老和尚一比不行，比不上他。海贤老和尚112岁，不要人照顾，这还不稀奇，照常干活，农耕啊。临走的那一天，2013年正月，2013年正月，晚上走的，白天呢，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种菜、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他工作非常勤快啊，一点都不偷懒啊。这一般人做不到啊。啊，晚上念佛走了，没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大家发现了，老和尚已经走了。那想想他最近这一个月所作所为，发现说他向大家告别，各地方都去看看，啊，告别，也透露了一点风声。以后不再来了啊，因为人家看到他身体健康，没有在意啊。走了之后想想老和尚言行举止，早就预知是知啊，到处咨询看看过去曾经住过的老道场，看看同参道友，给他们增长信心。啊，看到老和尚这个样子，
真相信了，不再怀疑了。下面念老从理上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该自他本来不二了。自是自己，他是阿弥陀佛。啊，自是娑婆世界，他是极乐世界。从正报，从依报，都是本来不二。所以肯仗他力啊，我全部靠自己了，全靠阿弥陀佛，靠他力。自他不二，我这个全靠他力原来是全心全力，还是自力了。那他力就是自力吗？那自力就是他力吗？他力跟自力集合成一个力，就圆满了。啊，是即使于此难信之法，能生尽信。难信能信，全有当人之无上智慧，此即是自力。那有无上智慧的人快感应，非常快。没有无上智慧的人感应比较缓慢，有感应缓慢要多久呢？绝大多数三年。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了，在往生传看到了，在我们现前一些学净土念佛求往生同学身上看到了。那今天台南极乐寺的同学，许多人来看我，邀请我回到台南去过农历年，好一眼。啊，台南的将军乡，40年前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那我们提起来，当地的人都知道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家居士念佛3年，日至时至，往生极乐世界。啊，站着走。啊，3年之前他不懂什么叫佛法，人一生心地善良老实慈悲。啊，3年前儿子娶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劝她婆婆不要去到处乱拜。啊，她是那个时候什么神也拜，仙也拜，神佛不分。啊，就跟她讲一点佛法道理，她听得很欢喜，别的地方不去了，家里设个佛堂，
供养西方三圣，天天念阿弥陀佛，啊，哪儿都不去了。三年，他往生，真成功了。欲知是知。那老太太很聪明，往生的日子没有给家人说，给家人说怕发生障碍，不说。啊，往生这一天，他是晚上往生的，啊，就吃晚饭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啊，告诉他们，你们先吃饭，啊，吃晚饭，我去洗个澡，啊，你们慢慢吃。啊，可是儿子媳妇啊，还是等他，等他洗完澡一起吃饭。等了很久，发现有点不对，怎么老太太洗澡这么长的时间？到到房间去看，确实换了衣服，啊，真的洗了澡了，人不见了，啊，还没有人答应，到处去找找，在佛堂，穿着还轻。站在楼顶，面对佛像，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吃完饭的时候走了。啊，度化很多人呐，南台湾地区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看到他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学佛不过三年，这样的成就，大家相信了。啊，我在佛光山教书，那一年，我44岁。他往生的那一年，前一年，我43岁。老太太往生，啊，我们听了非常受感动啊！真的不是假的，时间不长啊，3年而已啊！啊，他为什么那么样有成就？他真放得下。哪一天走？你看，连儿子媳妇都不告诉他，啊，告诉他。怕他们障碍，啊，他们还有亲情，舍不得，啊，他放下了，亲情放下了，啊，这个事情让他的儿子媳妇的家人对敬宗更相信，啊，作证，你们原先知道的是常识。啊，他来给你做证明，证明这桩事情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是第二年，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一个长工是他的邻居，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一年前的事情，下面说，这个信力、自信、自理，是真的智慧啊，这不是感情用事啊。啊，全由当人的无上智慧，因为你选上无上的法门，一生真正成就。啊，
这个选择是无上智慧啊，但能现出，老实念去，自然能所两忘，自性狼性。这个狼性，自性狼性，就是离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所以从思持到理持，见心之后念佛是理持，啊，即凡心成佛心。为什么？凡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所谓凡心，就是佛心里面带着烦恼习气，就叫凡心。除掉烦恼习气，凡心本来是佛心。老太太不简单了，从哪里看？从她走这条看。他没有亲情，亲情放下了，最难放下的就是亲情。他有儿孙呢，啊，他真正爱他们的儿孙呢，表演给你看，让你一生对于念佛法门深信不疑。那么换一句话说，将来你们念佛的成就跟他一样，啊，儿孙将来念佛往生，他肯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能说老太太没智慧吗？他与这条表演不容易啊！啊，能使我念忘。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融成一体了。能所不二啊，能所亦如啊，这就见性。啊，自心就是自性，现前，明心见性。从四持大力持，即凡心成佛心，净宗之妙全在于此啊！其他法门没有这个玄妙啊，没有这么容易啊，没有这么简单的 啊，这就是就近的方便，方便到基础。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个个都能成就。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同学们大家都知道的，啊，有个十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他念了三年，那是他七岁的时候，听他爸爸念佛，小孩好奇，佛是什么？啊，极乐世界是什么？爸爸讲给他听。告诉他极乐世界好啊，他就问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到极乐世界去看看？爸爸给他说，我还不行，这什么人行？阿弥陀佛行，你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带你去。
他天天就念佛，念了3年，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男女老少，喜与不笑，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不成就的。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大福报、大因缘呐、不简单呐、当面错过，那就真错了。那其他的过失不算什么。这个过失真是大过失，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经典著述这个注解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在一切经论里祖师大德开始汇集起来解释这部经典啊，让我们不生怀疑，不起顾虑，深信不疑，我们就得力了。再看下面这一段，愿佛光明啊，这不是自己境界，那就是求佛详细说明啊。看经文，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常。那这是法藏菩萨所希求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子，言就是演说啊，宣说如来应真遍知，就是十号里头如来应供真遍知。乃佛十号之三号啊，设三号就代表十号圆满的十号啊，这是对佛的称赞。十号是佛德，法藏菩萨成名是下对上恭敬词，就是说明非我境界之后啊，乃其前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他的老师啊，为之广严诸佛之无量甚妙刹土啊，这是他的愿望。因为他的宏愿是普度十方诸佛刹土，其中的六道十法界的众生。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这个愿发了，当然要建立一个道场啊，让他有地方来学习。这个道场就是佛场，诸佛刹土都是度众生的道场。那么他的这个大愿要能圆满，必须有个殊胜修学的场所，需要参考一切
诸佛刹土，啊，一切诸佛刹土的状况，他想知道，啊，求老师帮助他。我们再看下文，四修满愿，啊，经文，若果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这一段经文只有16个字，啊，这16个字很重要。注解里头说：“此段大意为法藏菩萨大愿，此意太深，超我境界。”这是讲前面3个字的意思。若通俗人勉强可作，水平解啊，这个境界我没有这个水平，这个意思太深，超过我的水平啊。这是念老的小注。于是再度请佛广设无量佛刹，底下这个文重要了。我若闻后，啊，我听到了，我明白了，定能如法修习，圆满所愿。听了之后不能够修，等于没听。啊，听了之后真干了，啊，真修啊，才能圆满本愿。说我若得闻，如是等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这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啊，我当思维修习，适当圆满我之所愿。这说明我为什么想知道，我知道之后我努力修学啊，我要建一个道场，广度设法一切最苦众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换一句话说，见佛刹修行正果啊，正果就是成佛，都不是为自己。那为谁呢？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这一些十法界的众生，是为这个啊，帮助他们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都升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他通通学会了。啊，修学场所，怎样才能适合修行人？他也完全能够建立啊，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经常有一句话：
阿弥陀佛再来干什么？弥陀经上说得很好，经现在说法，身行言教，身行是环境，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环境。现在说法是教导，有形有解。解行不二了，所以这个地方成就快速。那每一个同学都是修行的好朋友，那大家都依阿弥陀佛教学去修行、修正身口意行为的过失，啊，所以是慢所愿呐，啊，慢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好啊，没有自私自利，啊，底下一段佛答应了，啊，佛为宣言，这里分两段啊，第一段知己啊，机是机缘，缘成熟了，世间自在王如来心里面向往的学生就在面前，那我们看经文，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注解里的是高者上也，从也远也，有这三个意思，明啊光也，照也，通也，会所曰啊，会所里的解释，高明是讲德，智德啊，德高智明，深广是讲他的愿心。法藏发的大愿，深广无尽啊！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为持戒禅定，超生世间，故曰高。他真秀啊！方便般若，照旧诸法，这是明。啊，方便般若是般若的起用，啊，圆彻来即无恼啊，挂壶里都说未能圆就，能圆就达于未来之极处啊，而没有障碍，没有阻挠，这个意思叫神，周边是一切无疑啊，周边法界，摄受一切众生，没有遗漏的，这叫光。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啊。
阿弥陀佛慈悲呀，法藏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世界了，这你说他的本愿，他摄受众生一个不漏，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我们之所不能往生，我们不符合他要求的条件。他要求的条件，偶耶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我们的愿心有问题，这不相应的。我们的信心有怀疑，我们的愿心还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从哪里看？从他一十二岁生日那天看。那有不少信徒到来福寺给他庆生，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没吃。那而且那一天他不说话，表情没笑容，不像平常那么欢欢喜喜的。最后他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芝麻叶面怎么带来了，我们尝到了啊，老和尚平常只吃这些啊，我吃了之后第一个感觉，老和尚肠胃消化能力强。为什么？那不好消化啊，比我们一般青菜要硬的要粗啊。啊，他吃这个能消化，证明他身体很好。啊，是没有什么味道啊，他习惯了。啊，对于饮食，真的吃饱就行了，没有任何讲究。那就晓得他的衣食住行啊，通通都是适可而止啊，心里没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对这个还要考究，还要挑剔，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放不下，他通通放下了啊，亲情放下了。老人在世的时候，他还有个妹妹出家了，他有个姐姐过世了，妹妹出家了，带着小孩一起出家了。兄弟姐妹一共五个，三个不在了，大哥二哥大姐都过世了啊，没有亲情牵挂啊，老同参老朋友往生前一个月都去打了个招呼，
都去看了一下。那这是不是清净？不是的，他看什么？度众生。你来看看我，我这么健康的，过几天走了，啊，给大家做证明啊！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增长大家的信心，鼓励大家发愿求生净土，啊，娑婆世界苦，到这个世界来是表法正确的，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帮助人觉悟，帮助人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他是度众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度众生，帮助众生坚定信心，坚固愿心，啊，认真念这句佛号，放下万缘，净土就在现前。啊，下面佛为他演说，说法还要现土。请看经文，极为宣说，211，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师今千亿岁。说法的时间长啊，一句话就交代了，说了多久了？千亿岁，就是千亿年。那经文我们看注解，极为宣说，表佛说法，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都是为人说法，啊，今现在说法，因为听众多。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有，啊，到这来见佛，为什么？请佛指教。佛没有辛苦，没有劳累，也没有疲倦。啊，只要看到有缘众生现前，他也欢喜说法。不但现佛说法了，告诉他了，还悉现于之。佛用神力把十方世界都让法藏菩萨现前看见，那像我们现在用电视，在电视里能看见，那佛不需要用这些机械工具，他有能力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一个现前在你面前，让你细心去观察，你看不到的佛给你讲解，
让你看到、听到。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啊，世间自在王佛宣说实现210亿佛刹功德庄严清净广大圆满之相。啊，严经庄严清净，啊，圆满圆周边。性体周边为圆，满呢具足之意，啊，一切具足。像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的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居住什么？啊，本自具足就是圆满具足，具足性德，自性本具的德用。师尊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可以做注解。佛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自性本自具足的。那我们每个人自性里面，智慧跟佛平等，同样的德能，同样的才艺，同样的相好，同样的，没有一样不平等。佛有的我们自信全有，所以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佛不向外求，外面没东西，那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心想根本就没有一切法，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这句话重要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作佛就成佛了。心想做人就像个人呐、啊，贪心是鬼呀、啊，嗔恚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呐、啊。啊，人是仁义礼智信啊，中国儒家讲五常，就是五种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啊，道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啊，本来就是的，这道啊，父子有亲是道。君臣有义是道啊，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都是道啊，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本来就是人这一生能随顺道就叫做德。啊，随顺，你看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的五戒。五戒是德，
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啊，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德是圣人给我们建立的，与道完全相应。啊，从哪里来的？所以道德连起来说。啊，有道德，这就是人。啊，道德向上提升就是天道。中国老祖宗懂得了啊，守住五伦五常啊，以后再延伸为四维八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四个祸，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一步四库全书讲什么就讲这啊，这四库合起来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是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做到就是圣人，是贤人啊，做到不够圆满的君子。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接轨呀。啊，大乘佛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向上提升。提升跟佛菩萨的境界平等，啊，英国汤恩比博士看出来了，这个东西能救全世界，能救全人类，我们要学习。不学习，要随顺烦恼习气，果报决定在三途。佛教给我们，比如讲的透彻，讲得更清楚，三毒烦恼，贪嗔痴。有没有？我们反省，有啊，有就有麻烦了。这贪嗔痴的果报是三恶道啊，嗔恚、地狱啊，贪欲。是魔鬼，愚痴是畜生呐，愚痴是没智慧。啊，所有的戒律都是断贪嗔痴的方法。这个东西不能有，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呐。事出世间，一切善法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啊，三途六道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
啊，三毒反过来就是三善。我们要走哪个路？怎么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起心动念，最重要的习气。习气在发作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但是那个习气会起作用，会在我们学报的时候，就是临终的时候，它会起作用，它会诱导我们到三恶道去。你说多可怕！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行啊，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智慧。般若在照，照得清楚啊。修什么呢？修别起心动念，不行，起心动念控制不住，不是我们境界啊，那是发生大事的境界啊！见色闻声呢，他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法身菩萨，法身菩萨以下都会起心动念啊！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菩萨啊，再降下一等。他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是六道凡夫。啊，天人也不例外，也是六道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后面这个圆足是圆满具足啊，故知圆满呢、啊，就是华严宗圆满具德之意啊。六祖大师五句话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求智慧啊，求福报，求才艺，都要从内求，外面没有，外面是假的啊。佛菩萨完全是用内功啊，从哪里，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用戒定慧能求到真东西，不用戒定慧求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今天科学技术全是向外求，不知道向内求啊。所以它能得受用，但是有限制。你说没有天眼，用望远镜哎，可以看到远景，那假的啊。人家不要用这个东西就能看远了，我们还要这个东西啊，你就晓得科学是借外力，很有限的帮助，很有限啊。佛法用内功，让我们自己六种能力恢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啊，真的受用啊，真得大自在 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